我们看第六题，它下列各表是物体的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啊，这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啊，这何者做等加速运动呢？好，速度跟时间关系，如果它做等加速运动的话，就代表呢它每秒增加的速度是固定的，所以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时间如果成等差的话，速度也应该成等差。好，那这是二嘛，而这一。一，这个没有成等差，哦，这里的话没有成等差，这里不是一啊，哦，一开始的加速度比较大，啊，后来后面这个才是等差，所以 A 不对了。好，再我们看呢 B 的，哦 ，B 的它从这里，它这个时间哈、哦、是等差，公差是一嘛，这有没有成等差？这是二有啦。所以它平均加速度应该是两公尺，没有，所以 B 的选项是对的。啊，这个的话哈，这个也是成等差，它间隔的话是两秒，那、啊、这个的话呢，二，但是这里是一啊，这里是一啊，所以前面跟后面不一样，所以这不是等差。那、啊、这个呢，这个也是成等差了。这有没有成等差？一，哦，这个没有了。二，这也没有成等差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B。